大家好，我今天拜访维利先生，他住在安特卫普。但至于格子，我会介绍的格子是他中长距离最好赛格之一。至于格子成为2020年 PBay 易碎格子国王冠军的机会很大，因为他获得Bourges全国赛22502余的第四位，Chateauroux全国赛19995余的第43位，Argenton全国赛全国区赛不好意思8121余的第39位，Issoudun全国赛18176余的第80位。对这个原因，这个子成为20年 PBay 易碎格子国王冠军的机会很大。母亲。